是闪闪发亮的一颗星星亮。然后让我们来看看你得到几个灯的奖，一个灯。我陈小桃啊，那点没忘记啦，出去买只公车呢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